YC Union 的灯现在，那 YC Union 的灯，如果你想用手机蓝牙做操控的话，现在有两款 App 可以让你来做选择。第一款是比较直觉性的 App，就是你手机看到什么颜色，你按什么颜色，灯就会出现什么颜色，非常非常直觉。那第二款 App 呢，是比较专业的，就是如果你有很多很多 YC Union 的灯光产品的话，你想要做群组或者是同时调整所有灯光的效果啊，或者是亮度之类的，你就只能在专业的 App 做调整。那专业的 App 操作界面也不太一样，所以就是看你个人需要来挑选不同的 App 来做使用。